华游山，魏龙豪、吴兆南合说。爱听戏的人呢，都知道这红脸的是关公，黑脸的呢是包公。包公铁面无私嘛，哎，集这个公正无私、廉洁睿智于一身呢，令人起敬。不论是国剧、昆剧、豫剧、粤剧、评剧、川剧，大凡这中国的300多种剧种里头吧，没有一种没有黑脸包公的，影响广远。那不论多狡诈的罪犯，遇见了包公啊，没有破不了案的，也没有冤狱不能平反的。为民做主啊，是人人称颂。他不但能审人间的冤情啊，还能管阴间的官司，还下阴曹铡过判官嘛。对，你说他怎么去的呢？坐地下铁啊？什么呀？包公啊，有游仙枕，枕着那个枕头睡觉就能过阴，到阴间去。那我也愿意信呢。不过他这个游仙枕得特别大，为什么呀？不然的王朝马汉、张龙赵虎枕不下，不能一块下阴曹啊。那要照你这么说，这得多大个儿的床啊？还得抱着那口虎头铡，干嘛呀？不然怎么在阴曹铡判官呢？嗨，您呢不能这么较真儿，这个只不过是加点神话，为的是叫人向善呢，恶有恶报。这包公啊，不但有游仙枕，还有一宗宝贝呢，照妖镜，能照出妖精的原型来。是啊，有那么一出五花洞嘛，就是包公用这个照妖镜啊，照出那假吴大郎是妖精变的。张天师这一掌心雷打败了那妖精，这出戏又叫扫荡群魔，这就更悬了。嗨，神怪戏嘛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不成啊！那包公是北宋仁宗时代的人，那吴大郎虽然不上正史吧，可是如果有，也是宋徽宗时代的事了，差着80-80年呢。哦，尤其请来的那位张天师，那是元朝世祖时候才封的天师啊，更差着100多年呢，怎么全都跑到一块儿去了？你说呀你？我说什么呀？我说，哎呦嗨！戏嘛，反正是戏不够神仙凑，热闹就好。那八仙还不是有汉朝的，有唐朝的，大伙儿也都认同吗？还有那借东风啊、空城计啊，那不是都是瞎编的吗？还不是人人都喜欢听爱听。哎，那倒是，还是啊，越离谱大伙儿越爱看。其实这个历史上的记载啊，也不见得完全可靠。对，胜者王侯，败者寇嘛。敢承认自己前辈是流氓土匪、杀人贩毒的那不多。哎，不是不多啊，是根本没有。哎，咱们这不是说包公吗？哎，对，哎，还有一出铡美案也是包公戏。哎，这出也是好戏，全本的那又叫秦香莲。也有可议之处啊。又有什么可挑的呢？这戏要唱全喽，是先从陈世美别家起。对呀。进京赶考，中状元，招驸马，杀妻灭子，所以包公才要铡他呢。这戏交代的挺清楚，观众都恨这个陈世美。是啊，可是戏里的包公他没在前台看戏啊，他只听这个秦香莲一面之词。这戏里的陈世美啊，始终也没有招认，况且也没验那俩小孩东哥春妹的那个铁刑，他就愣把这陈世美给铡了。哎，可是观众热血沸腾啊，人人痛快啊。可以有听完了不走，要砸戏园子的啊？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这话在40年前喽。在依兰罗东唱这出《秦香莲》啊，演的是刑期日的日场，白天王志斌的包公，最后一场啊，这包公一喊子开呀铡。就拉幕散戏了。是啊，这就完了。这观众席里头那荣军老爷们不干了啊！老子扛咱8年，听你们的席呀、是给你们面子哦。为啥子这个陈世美不开砸呀？不砸好，老子们砸园子啊！要砸戏园子，老板呢吓坏了，要求台上开闸啊，加钱。没关系。是啊，那真砸了园子不得了。是啊，这后台赶紧的预备嘛，预备这铡刀道具。
去王朝这个演员呐、脱了建议马褂，露着肚子、演张龙的那嘴里头喝一口红色的彩水、拉开幕再炸、炸陈世美给荣军们消气，哎，炸刀一放、张龙往王朝肚子上一喷红色跟血一样啊，大伙一叫好，嘿，才算完旦夕了、您说的这种带彩的戏啊、我还是真看见过，不假吧？哎，那回啊，我看这个华油山油料店就有这个彩头。哎呦，您提的这个华油山这出戏现在唱的人可不多喽。是啊，那个太累，又唱又摔，那戏不容易唱。从前呢，有一位马老旦，这出华油山最红。谁？马老旦？他姓马。哦，因为脸上有麻子，所以都叫他马老旦。哦，他叫什么名字呢？那不知道，他是票友下海。从前的票友啊都不写名字，他是姓什么呢就叫什么处。处，哎，那公民铺没下海以前就叫公处，这马老旦姓马呢就叫马处。那要是姓孙呢？孙处。那要是姓聂呢？就叫聂处。聂处，聂处哪里一走，这离妖精不远了、哎、这马老旦最红的一出戏就是这个五鬼捉刘氏，华油山游六殿木莲僧救母。他不但唱得好听啊，做工也精彩。哦，有徒弟没有呢？他就想教他的儿子父传子授，可是这个儿子就是学不会，太笨。倒不是笨，就是不爱戏。哦，那他爱什么呢？他爱吃喝玩乐，什么玩意儿花钱多呀，他爱玩什么。好嘛，纯粹败家子儿。这是这出华油山马老旦教了他半年。哦，学了啊，就学会了一句导板。好嘛，他父亲马老旦这一病啊，啊，不能唱戏挣钱了。哦，他没辙了，没进行了，才病了一个月，家里头啊当卖一空。哦，那是啊，有多少钱也不够他这个儿子折腾的呀。爹呀，咱们还有什么能卖的吗？卖的钱他好花呀。有什么能卖的呀？干脆啊，你把我卖了得了。那有人要吗？那个人家要跟我学戏啊，我藏私不教。想教给你，你又不学，就学会这么一句。现在我唱不了了，干脆你呀，哎，跑海去吧啊！什么叫跑海呀？就是到唱戏的后台去告帮去。哦，找同行求助。你到后台呀，见人呢先道辛苦。给祖师爷磕个头，坐在那个二椅相声啊。人家要问你呀、哪行的？是啊，哪行的？你就说是老旦门的。哦，人要问你是驻班啊，你可别说驻班、你就说跑海啊，千万不能说驻班，你就会一句，那住得了班吗？那个是啊、哎，他上哪儿跑海去呢？哎，正赶上离他们那儿不远的地方啊，哎，有唱谢神戏的啊，有个大空场。嗯嗯，路北的龙王庙，路南的是戏台。看戏的人呢，有站着的，有坐着的，还有蹲着的，还有趴着的。怎么还有趴着看戏的呢？不是，那个上树了，找个树杈子一趴嘛。只有戏台前边啊，有张桌子，有几把椅子。那是给谁坐的呀？给那乡绅呢，县衙门的人坐的，还有不少卖瓜子的、卖花生的、卖水果的，还有一份卖炸油条的。野台子戏都这样。这马老旦的儿子到了后台，就冲大家伙儿道辛苦了。辛苦啊，给祖师爷牌位呢磕了个头，就坐在二姨箱上了。这倒全对了。后台管事呢赶紧走过来了。您是站行的？喂，站行，那个术语管他叫站行。我是老旦门的。管事一听高兴了。怎么呢？这班里啊正缺唱老旦的。哦，您贵姓啊？我姓马。有位马老旦您认识吗？那是我父亲。大家高兴了，这马老旦的儿子一定错不了。是啊。您在我们这儿住班吧？不，我跑海。对，跑海。那什么，我父亲呢病了，家里头没有钱吃饭。大伙一听啊还真义气，到台前头啊先买那烧饼油条，您先吃着，大伙给这凑钱，真不含糊。他这油条也吃了啊，钱也接了。哦，这时候台上戏也停了。吹奏三腔曲牌迎宾，这是谁来了？县长跟县长的太夫人驾到。哦，来听戏来了。后台老板赶紧过去请安，请太夫人您呢点戏吧。老太太点的哪一出啊？华油山。哦，爱听老旦戏。
老板跑到后台跟管事的说，管事的也乐了，怎么着？该着啊，咱们露脸哦。他要是昨天来点这个戏呀、啊嗯，咱们是猴吃核桃满砸哦，咱们没人呢。是，今儿个您瞧见没有？哎，马老旦的儿子在这儿呢。嗯，您呢请好吧。哦，这管事的有把握了，管事的过去了，少老板。您老太爷这出五鬼捉刘氏可是个绝活啊。对，您有功夫可得给我们说说呀，让他给指导指导。行，那你倒是说实话呀。嗯，说不会不就得了吗？那是本来是不会吗？说他还要充面子。嗯，跟人吹吹。怎么说？那什么全本的我不成，我父亲呢就教了我这么一折华油山。哎呦，那好极了，您今儿个给我们露一露，我们跟您呢小小来给邵老板办戏。得，这怎么办？不行，那什么，我老没唱了，怕唱不好。嗯，实话吧，根本就没唱过。您别客气，跟您说实话吧，这出啊是县长太夫人点的，正巧我们这儿没老旦，邵老板救场如救火，您呢办戏吧。得，打鸭子上架，您办吧。老旦办戏简单呢啊，这大鬼小鬼这也都办好了。嗯，前头戏呢一完一缓锣，这大鬼就上去了，起半罢到家门，我乃苍鹭蝶银军麾下大鬼是者也，唱且得唱。饮酒刘氏轻啼，饮酒开荤，他曾骂道燕春命我将他打在花油山前受罪众鬼族，将刘氏轻骑压了上恩来。大得唱不得得唱唱他成，这就得唱了。和咯楞噔儿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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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咯啦滴咯儿咚咚咚咚咚咚，沉沉啊，下就坏了啊！怎么了？唱完导板呢，应该出台一甩这惨甩法，啊，起垛头唱回龙啊！阴惨惨又来到天地无光啊！啊，他不会了啊！他不敢出去了。哎，那怎么成啊？那大鬼心里都还纳闷呢。嗯，哟，他怎么不出来了？是啊，一定是我错了吧？哦，哎呦，都怪我没对戏。你看，赶紧的走到上场门这儿。哎呦，对不起，邵老板，有碰有碰您呢，您多担待。一拉这个铁链，拉住我头啊，愣给拉出来了。哎，这个大鬼的劲头啊，使得挺大啊，那铁链子都拉成直线了，又绷得挺紧，嗯，把他给拉出来了。呵，他可直往后排，是要不拉住了，我才能坐台上。您讲，哎，瞧他这个哆嗦哟，那是吓的，那是。台下的观众啊，还真捧场，好，啊，真好啊，好，好。那个县长的老夫人呢，啊，也夸上了，嘿，真好，这哆嗦的一点儿都瞧不出假来。那本来就是真的嘛。哎，他不叫板，这打鼓佬也不能给他开叉啊。是啊，一路的撕鞭，他一个劲儿的哆嗦。这功夫大了，大伙儿也不叫好了，净瞧哆嗦呢，还成啊？这大鬼一想，八成有问题呀，嗯，不能老这么愣着。是啊，拉着走个圆场呗。啊，大鼓佬一瞧圆场了，起长锤吧，抗起得起。抗气，这时候大鬼啊还加词儿，刘氏，嗯，朝时要你上刀山呐，啊，哇，
汤怎么样呢？他那还哆嗦呢。哎，这大鬼真急了，邵老板，你别哆嗦了，开唱吧。唱啊，唱啊，那我也得会呀。那不会呀、啊、了。哦，不会，跑我们这蒙事来了啊！这大鬼一脚就把他给踹台下头去。哟，摔坏了没有？正掉在炸油条那锅里。嘿，这份巧劲儿的呀！他冲着大鬼一瞪眼，他还瞪眼。是你不会还是我不会呀、啊？怎么了？不是让我上刀山吗？啊，怎么下油锅了？我去你的吧！